我们就坐在这儿。还原。来吧，你站那儿吧。人家从那儿啊。对。怎么这么好？走。对吧？那是你吧？不对，那也就是。然后他主要是过来之后，对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难受吗，娜姐？我们就这么难受？不知道你白人。我们就这么难受？得到认可吗？差点意思。差点意思来了。那你还原一下。可以，我觉得你刚才可以。又可以了、啊。你给我们还原一下。还原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好看？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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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准备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对对。看来跟衣服没有关系。超级有压迫感，有攻击力了，超级有压迫感，超级有压迫感。何老师特别狠，何老师说看来跟衣服没关系。怎么这么好看？绝了。小董，小董，请问小景为何最终得到了大主播的青睐？什么问题？就是配音那期，有亮亮姐，因为嘴欠，不对，答他只有这一个。我去看看我自己，我的天哪！我怎么是这样？走路姿势都变了，为什么？跑步都变了。放过我好吗？为什么会把你夹得这么丑呢？不知道。来，我问你，我不在。我问你，你不在也得问你。请说出三种直播中小景使用的拟声道具。三，二。二一好，小黄先说第一种，来第一种，没有小黄鸡，尖叫鸡，鼓，哨，大米，爆米花，玉米粒儿，黄豆粒儿，哎对，好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要说出三个，这是要说，这是一个，我就已经这样了，就才这一个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四个有，好，你想想看，没有先再说，你打雷会用什么？铁片。铁片对了，铁片，哎，还有什么？对，还有什么？模拟一个人骨折了。薯片，不是薯片。快了，黄瓜、白菜，不对，萝卜、白萝卜，不对，来吧。这还挺好看的，这样是好看的。那拍立得呢？来，你自觉一点，站前面来。你也往前站。